这农村有啥好东西？都这还叫这又脏又臭的东西给俺儿当传家宝嘞？那这是谁给恁儿的？这是俺小孩儿奶给嘞。那这是非常好了呀。嗯，我跟你说哎，这不是生了孩子见了俺儿，给俺儿当传见面礼当传家宝嘞？哦，都这又脏又臭的东西，它能值多少钱嘞？我都嫌弃他，当时他给拿出来，我都气坏了。你这还当个奶嘞？俺都这小孩儿老，人立马都给1000块钱。我一看他拿出来这又脏又臭的，那给他挺一样，我立马我都炸毛了。我说啥，我这房子几十万，我也嫌这东西有病毒嘞，我立马都叫他撵出去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小孩这奶奶给了银元，然后你认为他又脏又臭的，肯定没价值对吧？他肯定没价值，都这又脏又臭的还当传家宝嘞，这拿出来谁信呢？那孩子他老都说了，他说这个东西给以前他是钱，但是他的价值也都给银手镯子是一样的。是这样的，有啥说啥，可能说啊，你对这些银元不太懂，这个确实是民国的银元，袁大头，民国的银元分为1380年，但论年份的话，确实是8年的就为稀少，就为珍贵。但是看你这个褒奖啊，这都没任何问题，一眼开门，这应该是挖出来了。像这个位置啊，带个戳，给你找一下有没有贵了吧。比方说8年、3年、10年数量最多，9年相对稀少一点。但是有半边的话也会很贵，这在民国期间啊，就属于大额货币，它的购买力啊就能达到700-800元上下。你这个是9年了，9年了不是旧金。普通的9年，然后你这还有一个龙样的，广东龙。不过有啥说啥，你这广东龙是带戳的。广东省啊是最早发行银元的省份。广东省分为光绪元宝和宣统元宝。光绪元宝啊虽然说比宣统元宝发行的时间早，但是由于宣统帝啊在位时间不久，所以说宣统龙的存世量啊反而要比光绪龙要少得多。物以稀为贵嘛，价值也比光绪元宝会贵的。在这个位置有戳记，有花赏。然后再看龙面吧，龙面的话状态还是不错的，龙鳞清晰可见，字口全整达。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戳记，如果说龙样啊一带戳记啊，它的价值就瞬间腰斩了。你这个不带戳记的话，3000-4000块钱没任何问题，但是带戳记的话，这个也就2000上下了。这咋能值钱这个东西？这银元啊已经是无极文物了，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，龙样还是比较稀少的，所以说相比大头来说啊，它会贵很多。像你这普通的大头啊，无伤无戳的话1100没任何问题，有伤的话大头也不会降太多价，700-800块钱没任何问题。然后你这总共是8块的，看到的话确实有几个是带戳记的，一般像这个大头啊带戳记的不多，像你这8块保守估计的话，绝对要比孩子的姥姥给的1000块钱要多啊，这8个加一块1万元上下没问题啊。老板你可没骗我吧，俺妈都说了这可是打手镯的东西。他是这样的，有很多老年人啊确实拿银元打首饰了，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戴啊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认为啊，像这种银元啊不氧化不发黑，认为过去的银元纯，其实啊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像这银元的含银量啊只有9银1铜，相比现在的3个9、4个9的银首饰，那是差的太多了。为什么银元不易发黑吧？有啥说啥，这还给咱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。早些年啊，咱们几乎接触不到化学物品，所以说啊，银或者铜不容易发生氧化。现在的话，随处可见的化学物品，所以说现在的银是容易氧化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的话，就是这个银元啊，在人们手中流通百年，有一定的人气儿，然后具有祈福辟邪的功效。所以说啊，很多老人都拿这个东西给孩子打银手镯了，这种情况也确实损坏了不少的老银元，也太可惜了。有啥说啥，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，毁了太可惜了。就像你婆婆说的，这些当传家宝啊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吧？因为在民国或者说刚建国的时候啊，经济还是不太好的，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了，确实不容易。而且啊，看你这宝奖，这应该是挖出来的，一般挖出来的都不少啊，不会只有几块。我估计啊，老人家家里绝对还是有的。现在银元还分半别了，还涨价了。就像你这七枚大头啊，都是最普通的，1100上下没任何问题。龙羊的话是带戳的龙，所以说它价格会低。如果说大头里面有8年，或者说甘肃甲制版大头王，然后或者说像龙羊的话有大清赵忠
都是比较贵的，所以说啊，这些东西价值是非常高的。你误会恁婆婆了，有啥说啥。咦，那您这一说，我倒是误会他了，那我得赶紧叫他请回来。中中中，有啥说啥，孝顺老人啊是应尽的义务，对不对？然后让老人看看孙子嘛。好，那我现在赶紧去找他去。好好好好。